哇，你每次都是安安玩，然后打教主安安呢、欸？哇，安两次，这款游戏怎么阿米哥那边的？没事没事，没有事啊，悠悠。安安，然后提早个十几分钟嘛，今天还要开的，可是巧克力就是找我去露营，就没有开了。宝物资讯给过了，现金，好，给你。你给我大便，这就是真心换绝情啊！你给我屎，那这个有人要吗？大便哦。大便的剑，没有。那闪光弹还好，这个给你。交换还有什么？麻痹球，好，给你。再来开始就是没有攻略看了啊，是有啦，等一下我查一下哦、魔物猎人，之前都是看影片，可是现在没有影片了。再来都是要去看文章。等一下，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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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第几个？第四个愿望。第四个，第四个，之二，之三，之四，哪里？第一个实际的点。好。HTT。我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有没有机会今天可以玩呢？是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什么点啊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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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屠龙果实。截图，有，打字，以为你不在，我们先来这里。可惜不是你啊！怎么在上面？瀑布，找一下在哪里？在干嘛？哦，这里。啊，怎么没人？阿猫之翼嘞？哎、欸，阿郎嘞？哎、欸，
敢不全屏呐、啊？哈？你那个惊叹号不是全屏，我看不到啊。哦，我不是用全屏哦。对啊，你是用对。我以为你会开台看嘛。有，所以我看你的台有看到啊。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证明。我还是有关心你的。用心良苦啊！哎，今天任务还蛮简单的哎。我在整几集啊，还在混啊。哦，每日一票对不对？想起来了，中央第一天都有龙人票据啊，一定要拿。好，来去按一下。今天是阎王龙、龙结晶、古龙种、兽龙种活动两次，好简单啊。对啊。这十块钱都不见了，我插的 bling bling 亮亮的十块钱不见了。bling bling 亮亮的十块钱。好，我先滴个眼药水哈。盖子嘞，盖子跑哪去了？哦，怎么还那么久啊？怎么还那么久？蒸汽机啊，眼药水都滴完了。那个怎么可能快？我去尿尿。这究竟是我尿尿太快，还是蒸汽太慢呢？
念要太快。我发现每次都最后一格的时候都塞到红的。对啊，我也是。然后那个红的都拿不到，有亏。都没看到是什么东西。对啊。还是只有第一轮才有金鸡炼金。每天的第一个。后面就都玩凯玉了。安安。啊，我想起来我用中矛干嘛了。攻击四。护士。这边的阎王龙全部都是大异种的。攻击护士。不是为什么护士要升啊？降。没事，我们龙结晶的只有两个人，而且不能死。我这边有四个人的阎王龙，还不说大一种。对啊，对啊。看 HTT， 哎，你有吗？没有就随便打只阎王龙啊。我应该会有，我看一下，要哪里的阎王？龙结晶啊，没有也没差，反正那只是顺便的而已啊。我应该有啦，我还在塞护士的东西，不是护士，我在还塞金，马上。你慢慢来，不错，大型。天轰龙是兽龙种吗？不查哦。啊，好，不查。天轰飞龙，飞龙啊。登陆。管理。目标。凶彩龙，真妙，真妙。下一只，烧鸟，真妙。我要去厕所了。好妖嘞！嗯，我觉得我眼睛有问题。
跳球回来了。想打力战的还是一般的？都行啊。还是打力战的吧。麒麟也太多了吧！讨伐麒麟一大堆。来了，参加集会区。压张票，哎，报酬金，哎呦，又要死两次了吗？没有，就报酬金。我可以吃生命保险，不要怕。晚上好。宇轩安安，佳琪安安，我念 Jin X U A N 安安，我这很难拼哎、欸。雅思安，静安安，轩轩安安 ，M A H I R O 安安，玉瑞安安。测试一下回避距离三有多远，很少在装三。我看到一个回避距离五的、欸，看着就好爽，好想用。回避距离怎么可能有五的？不要骗我啊！有啊，那是要等之后。有？还是回避性能五啊？回避性能五吧。哦，性能五、哦，拍谁嘛？哦，回避距离如果五的话，哇！可是他不在这里耶、欸，他在这边呢、欸，你们去哪里？他不是飞到那边吗？往上跑，我就跟着往上跑了。哦，我看在这里啊。啊，直接开打吗？还是拉到那边打？可以啊。那只猫是什么烂猫？怎么了？三包，来，直接打吧。
抽颗石头出来。妈，我痛！别偷拍我，肩膀。哎，怎么又中了？哦，你要示范跳跳吗？啊，你怎么要死了？你怎么没有讲水啦？啊！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要回避了，没想到却开了一发。我看猫自己滚得很紧张。那边我倒了也不讲，不是啊，他突然倒你也不讲，沟通啊，队友啊，你在关麦好吧，体谅你，忘了开，抱歉。要抽上去，抽上去。不要，不要白目哦。回避距离五，从高雄跳到台北。靠，腰也太远了吧？差不多啊。小心！怎样？这龙击炮！
跑，叫你跑，叫你跑，叫你跑。哇，滚哪都不对，天！你怎么又被炸、啊？撞到。他一拜太长了吧？剁掉啊！剁掉啊！欸、哎呀！哦、你喜欢猫咪呀、啊？他发情了。他也是猫啊。我知道、啊。同类同类。猫之意。嘿嘿嘿，走有够远的哎、欸。软尾巴啦，猫之意，你还慢慢慢慢过。哦，好。他尾巴就在那边啦、啊。下来了，好恐怖、喔！每次上去都往下喷，就像这样子，你看有没有准？有，有判断。马上下来就对了。这是死了那么多次的心得。每当我一上车，他就想把我喷下来。跳两次就出去喂，没什么，还想扑啊？你都扑完了。啊，下次就可以扑了啦！我没有闪光弹。这个不是预感的，不能。快断呐、啊！好难断哦，天哪！我会去拿闪光弹。尖锐蜥，尖锐蜥，不是尖锐蜥。
靠腰，我已经嘟一根进去了，难怪不能再嘟。妈，智障哎、欸！嗨，智障。我想说为什么？啊？我的那一根管塞不进去，我冲墙里，它已经塞了一根了。你已经有一根了，你还要想伸出第二根？啊，你这人怎么贪心？想说有两根，不行，人家可以一起来。这样子一边会臭臭的，也可能两边都臭臭的。可是这样子很难过哎，你要用两只手指头挖鼻孔，你只能用嘴巴呼吸了哎。到底在攻啥？你在攻他小吧？你就没软化？不要骗我说你这有软化。不是想要飞翔转，可是他一讲话就觉得我很烦。讲话不要笑，听不懂你讲什么了。他已经够强化设计了。好，我帮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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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有故意弄的。你故意弄的？弄啥？我已经弄了。哦。哦，你撞，你撞，你撞。接下来，靠腰。我第一次看，哦有啊，看过这个。咻！我软头而已，我没有撞，这边撞不到。你要引过去是不是？我想说没有要动的话，就引过来落。我的天，怎么有一个闪光弹？闪光弹吗？对啊，应该是闪光弹。闪光弹呐！嗯，算了吧。我不知道闪光弹是怎么回事啊，不过有。我闪光弹没射出去啊。有啊。我还三发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就在看你。三发。我没看到是闪光弹哎、欸。闪光弹呢？我看的是一个闪一下，砰一声哎、欸。哦。他难道会记录吗？哎、欸，我的 bug 我没有闪掉了。我的，我去看到闪光弹。哎、欸，落石掉了是不是？掉完了。开始歪咧零坠。好像是被闪光弹吓一跳。所以我的总火石有闪光弹的 skin。有效果，有效果。这个吗？头上那个可以打吗 ？Hello，Hello， 猫之翼。啊，算了。哇，来不及了。你现在落石啊？来来来来来！影红来了，影红来了，啊！又跑了。我觉得可以耶、欸。对吗？试试看、啊。对不对？哎呦，可以耶、欸，真的。再软一次。好，我要尾巴，我要尾巴，放我下来。尾巴在哪？你自己剁的，你不知道在哪？Doki Doki。日本，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是尖凯玉啊？哪一个？刚刚你去蹭的那个，还是你只是想捡果实啊？我想捡果实啊！我要采植物啊！哦，我采八个植物啊！好了，求人意，不用怕啦。那就死了，卖对啊！啊靠，要人影你也不进来，低能。没有，刚好挖到稀有东西，就它卡在那边，有拿到了。这面墙撞得到吗？好，是不是太远？超远。所以这边直接爆他头啊，倒地就算了，醒来再去撑墙壁啊。好啦，帮忙。搞定。
哎呀！哦。啊！请过啊！红眼的啦哦！啊！你们哦！有撞啊！不是说醒来蹭墙壁啊？吃错菇，然后接下来拍你，喷他！美术，哎呦，真的！现在发射伤害好低，完了！玩什么啦？你在玩的什么啦？我是不补你的是不是。完了！我是不补你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他妈到底